Hello，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最喜欢哪个颜色？我最喜欢蓝色，我最喜欢叫季风蓝，因为感觉很舒服，很清爽。觉得自己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好看？本人穿衣服比较杂实，都可以。都好看是不是？你如果这么理解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你对发型有什么偏好吗？会考虑留更长一点的吗？考虑考虑，目前正在留长头发，因为之前拍摄那个《你好，火焰蓝》，他是消防员，头发就必须有规定，干干净净剪短了，然后留了好几个月了，都已经在努力的留长发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我今天的造型，头发也比较长了。不瞒你说，接的是假发。可以播吗？可以播，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这有啥不能播？拍照的时候喜欢放什么样的歌曲做 BGM？ 我喜欢的几位老师：周杰伦、李荣浩、王力宏，排名不分先后。怎么样才能像龚俊一样快乐？哎呀，怎么样才……我也不知道呀，我天生就是这样的。工作嘛，是吧？既然工作都必须得完成，你得赚钱，那赚钱为什么不快乐呢？你说要把流量掌控在自己手里，最近有准备什么惊喜吗？可以随时把流量掌控在自己手里。有吧？上次拍快本。给了我们十多张图，我把九张最好看的抢走了，工作室只发了五张，都没有凑齐那个六张。所以这就是掌握了自己的流量是吗？我说好看的为什么不播自己，对吧？让更多人看到好看。